在 PV 的 BD 版中，光速加快100倍是这样的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就下面支持一下吧。驱魔万物技能满。都怪武王召唤了太多僵尸，我解决掉他们就不卡了。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谢谢你，感谢有你。在这么快的攻速下，远程英雄无敌。那么下一组出场的是全 BD 射程最远的家伙 X 联奴，你们觉得谁有机会打赢他？十只僵尸大道正好250阳光，他的速度挺快的，加油加油！就差一点儿了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。没有想。小怪兽代替吧，别忘了大家都是100倍攻速。终于把这个麻烦家伙解决了，下一